方便自如心态。先看这个方面，大师智菩萨教我们怎样进修念佛三昧，在这一章经文中，菩萨直截了当用比喻为我们解释非常深奥的三昧的修行是多么简单，简单到每一个有心的众生都能做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慈悲。这个最深奥的境界，能用最通俗的语言、最巧妙的方式跟大家说清楚。三昧的修行有很多方法，这一章经文讲的是以念佛的方法正三昧。菩萨在前面先是用两个比喻引导我们怎样去念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心意念，意念不同的人，我们把这一种意念用在念佛上，其实这就是念佛三昧的下手之处。通俗的讲，是怎样念佛，把念佛变成一种享受，变成一种乐趣，在念佛当中，让我们的身心能够与三昧合而为一。比如说我们讲念佛打出一切乃至一心不乱，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就是念佛三昧现前。前面用子母相依的比喻，我们可以反复的去参考做母亲的意念儿女这一种心情，用在念佛上，那就好比诸佛如来在意念众生，对于众生的这一种意念，就是母亲对儿女的意念。现在我们凡夫用这一种意念儿女，或者意念父母，或者说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个我们特别意念的人、事情，或者是东西，因为每一个人爱好不一样，我们生命中总有一些值得记忆的人、事，有时候呢，还有一些物品。比如有些人特别喜欢古玩，走到哪里他都不会忘记家里面收藏的那几个骨头，这也是一种意念。把这一种意念的习惯用在念佛上，这就是念佛三昧的下手，也就是最初方便就这样去。而这一种习惯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是用在别的地方。譬如做父母的意念儿女，意念的不得了，他不会拿着计数器天天在那边按一二三四五六七能念多少遍自己的孩子吧，他不用这么念，但他的心里面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孩子，哪怕不在身边，远在天涯，他会这样念。晚上睡觉可能会梦到孩子，白天不管做什么事情，
心中对儿女的意念从来不会偏差。他不需要拿着念珠，也不需要定个小耳朵，每时每刻这种意念之心不受任何境界的干扰。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算一种功夫啊，功夫成片，有时候可能会一心不乱。做父母的，尤其是做母亲的，可能这一方面的体会是特别深。那么做儿女的，对于父母的意念或许就比较淡薄了。从世俗的角度讲，孝顺的儿女对于父母的意念也是比较感谢。孝子不管走到哪里，他的心里总是惦记着父母。更多的时候，孩子慢慢长大，当自己有了家庭，有了儿女之后，对自己的父母那种意念之情慢慢的会淡化，注意力会转移到自己的儿女那方面去。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多方面去联想，在我们生命中最容易引起我们关注的那个人或者那一件事情，我们的心就特别容易与他相应。现在我们用这样一种心理习惯来念佛，把佛变成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比如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要这样去想，这样去认为。可是这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先要认识清楚阿弥陀佛他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不念他不行吗？如果我们对阿弥陀佛的了解不够深刻，这种意念也很难提得起来，念念就忘。大不了我们今天说要发愿往生净土，要做早晚课，要定时参加共修，在无奈的情况下，那我就念念吧，每天固定念多少佛，这有些勉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去培养对阿弥陀佛的认知。阿弥陀佛确实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佛在经上有这样规模的说，我们过去生中可能是阿弥陀佛的家人。假设一下，阿弥陀佛在某一世可能是我们的老爸，也可能是我们家亲眷属当中的某一分子，我们曾经做过弥陀眷。这是无量寿经上讲的，无量寿经最后一品是有这么说的，就是这些在这个时代此界他方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众生，过去生中曾经跟阿弥陀佛有大因缘，曾经做过弥陀的愿，所以我们遇到阿弥陀佛还非常感激。直截了当的讲，就是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一家人，是自己人，所以见到佛就不用见怪。甚至于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关心超过这一生当中任何一个人对我们的关心。我们的父母很关心我们，但是他不能一直陪伴，甚至很多做父母的也这么想，如果允许的话，他愿意陪自己的儿女走完这一生，但因缘往往不是。纵然做父母的有这一种慈爱之心，但毕竟也是凡夫。
迷惑中回过头，最终走向绝路，走向成佛之道。阿弥陀佛经常是这样为我们说，特别慈悲，表现在哪里呢？大家到处去拜佛，留心观察，尤其在我们汉传佛教，很容易看到阿弥陀佛，他通常情况下都是站着，我们叫接引像，通常是站着，有时候也看到阿弥陀佛坐在，坐在那里的像，一般是在静，就是在行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接引像站着，为什么现这个像呢？善导大师为我们解释，说阿弥陀佛特别慈悲，救护众生特别迫切啊，这个事情等不得，所以佛站在那里。如果是坐在那里，众生有求要站起来，然后再出去，取这个意思，就是立即行动，丝毫不会犹豫。这就像我们看到的弥勒菩萨，在很多地方塑弥勒菩萨，标准的塑像。弥勒菩萨在刀立天，这个都在昨天，现在也是半下不坐，一条腿已经落在地上。很多人不理解，认为弥勒菩萨怎么坐得那么随便呢？不像其他菩萨坐得那么端庄呢？这是表法的，表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要急着下来做佛，所以一条腿已经落地，准备下来成佛了，是这个意思。这是表演给我们看。同样的，阿弥陀佛常常是现接引像，就是救度众生这种悲心，很恳切，迫不及待呀，在佛台岸边时时等着众生。所以大慈大悲。如果我们多了解一分阿弥陀佛对我们众生的这种慈悲，我们对佛的意念之心也会加强一分。阿弥陀佛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也不是可念可不念，在我们的生命中，阿弥陀佛应该是最重要的人，他对我们的关系无量劫以来都没有见过。他把王位事情为了救助我们这些苦难众生，用世俗的话讲，他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他牺牲的太多太多，一般人舍不得的东西，他放弃了王位，舍家性请过沙门，经过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建立了一个净土，极乐世界。难道是为自己享受吗？远远不是。这个净土建成之后，无条件提供给一切众生，准确的说就是给我们，整个极乐世界就是为我们准备。只要有众生愿意，而且对这个地方丝毫不怀疑，有这样的决心，阿弥陀佛毫不犹豫亲自来接。这是阿弥陀佛跟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关系。所以过去印光大师在很多开示中都这样劝念佛人，说念佛人看到极乐世界不应该做其他的想法，整个极乐世界就是为我准备，阿弥陀佛的愿就是为我而发，要直下菩萨，当仁不让，可不要想，哎，算了吧，还是让给别人吧，这个事情没办法让，只有直下菩萨，谁都不能代替。只要我们直下承担，那么净土往生，人人有福。
我们意念阿弥陀佛，首先对阿弥陀佛要更进一步做些了解，然后我们在念这句佛号的时候，或许会更亲切一些。我们念的这四个字，它不再是单纯的文字，不是说我们阿弥陀佛四个字而已，它里面所代表的是阿弥陀佛的悲心，是阿弥陀佛对我们无尽的关怀。我们忘了说，有一个人他能力很强大，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现在他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我们在任何时候拨通这个电话，他会在第一时间给我们帮助。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我们什么都可以忘记，阿弥陀佛不能忘。虽然这么说，我们常常忘的可能还是阿弥陀佛。现在很多人都有银行卡，银行密码都会记得很清楚。有人问怎样念佛才念得相应，其实很简单，像记银行密码一样去记阿弥陀，很容易就相应。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定位在一大笔财富，认为这个最重要。当然在现阶段来讲它很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因为它会失去，财富是无常。在我们无尽的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能够保证让我们在轮回中不堕落，乃至在这一生脱离轮回的永恒的依靠。对念佛人来讲，那就是阿弥陀佛，以后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生命的密码，这样去记，那就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也不需要再定个功课，每天念多少万字，不需要定，自己会拼命的记，因为这个记不住，将来就没命了。这个没命，法身慧命，可能在这一生就来了。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个真相，对佛的意念绝对会超过对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那么一般人对这个事情不重视，念佛人却需要不断的培养这一方面的习惯。我们要加强对佛的意义，要加深对佛的认知和了解，这确实是我们在轮回中唯一的依靠。除此之外，还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依靠。三宝是永恒的依靠，加强对三宝的意念。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不会吃亏，我们这样想想，这么念念，不会花钱，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只是养成一种习惯，如此而已。这是说意念阿弥陀佛，十方如来对众生的怜悯和意念，就像慈母对幼子一般那么恳切。那么现在呢，众生，我们这个众生回过来去念佛，通俗的讲，我们现在做个教子吧，我们如何去意念我们的大家意念佛，只需要拿出少分就可以了。就是佛怎么念我们，我们不需要完全这样，只需要少分去念佛，就很容易相信。这就与佛大不一变，如果也能够像佛一样意念众生，我们也这样去意念佛的话，我们就与佛相应，就成佛了。一切诸佛对一切众生都是这样意念，那叫布施众生。在诸佛的境界中，看待我们这些
所以这一种意念没有分别。就像父母亲看自己的孩子，他是用同样的慈爱之心给你照顾，当然有时候也会偏心，但不管怎么偏，那一种天生的情感他不会抹杀的，或许对这个好一点，对那个稍微差一点，但不管怎么差，按照我们一般的常识，他总是用一种慈爱之心。而诸佛如来对众生的这种慈爱却是无分的，平等给予关心，给予意念。所谓意念，意念就是弥陀经上讲的祝福的护念保佑，这样说句话怎么办，就是诸佛如来能念众生，就是在保佑众生，众生不求，佛也在护念。可是众生如果没有意识去念佛，这个感应的缘就不断，问题出在这个地方。观无量寿经上是这么说的，阿弥陀佛有大光明，经上这样为我们描述，阿弥陀佛身高600000里，那由他恒河沙数遍，就是在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报身佛有多高大呢？600000里，那由他恒河沙数遍，彼佛圆光如100亿3000大千世界，每一个毛孔都有84000光米，每一道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后面特别说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理论上讲，佛光是普照，弥陀无量光遍照一切众生，但是对念佛众生特别关照。于是有人就讲了，不公平嘛，不是说佛平等吗？不说不念佛就不照吗？不念佛佛也在照，但这个众生不念佛感受不到。虽然佛以同样的慈悲给他关心照顾，他感受不到，甚至于他会排斥，他认为你干嘛要照顾，我不需要你关照。那个念佛的众生呢，因为心与佛相应，所以佛光立刻就能接触到，与阿弥陀佛感应到心，原因在此地，不是佛有分别，而是众生的心有差别。这是讲到阿弥陀佛对众生的慈悲，就像此地说，十方如来对于众生的怜悯。但是若是逃世，假如是个白鼠，他逃走了，他离开了，虽亦何为啊？诸佛如来再怎么慈悲也没有办法。佛度众生要缘，这个缘众生要欢喜接受，众生不欢喜接受，就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亲自来都不会勉强走开。这样的例子我们在经上看到有不少，譬如佛在世的时候，城东老母，城东老母就是舍卫大臣，这个一个老婆婆，城东呢，因为他住在城的周郊，其实啊，这个人经上是有说出他真正的身份，他是几孤独长者家里面的佣人。做什么工作呢？他是看仓库，仓库的总管，在长者家工作很多年。可是自从长者学了佛，做了佛门大护法之后，他就非常烦恼。我们在经上看到，几孤独长者黄金铺地买下花园，做道场供养生长，